拳，又称大成拳，是汪祥斋先生在1920几年的时候，在形意拳的基础上，广泛的吸收了中外各种拳法的精华，而创造的一门我国最新也是最年轻的实战拳学。所谓意拳，就是身经支配，意念领导。书法家讲究意在笔前，画家讲究胸有成竹，意拳呢要求意在拳前，胸中有拳。所谓拳拳夫英谓之拳，说通俗了就是动脑筋去练拳，每一个动作都要问一个为什么。一拳没有套路，没有固定的招法，注重拳学原则原理的研究，注重训练的科学性和实践性。一拳训练包括哪些内容呢？包括站桩、势力、走步、发力、推手、散手等。一拳发力，发力是拳术打击力量的动力。一拳发力的特点要求在最短的距离、最短的时间发挥出最大的力量。发力练习是在站桩、势力等基本功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拳技击训练的关键一步，没有基本功的基础，力量是发挥不好的。